湾媒体报道，曾唱红过不少情歌的台湾歌手叮当，近日在录制节目时大聊自己的坎坷情路。据悉，叮当的历任男友都是因劈腿分手，而且更夸张惨烈的是，前男友过生日时，叮当本想给男友一个惊喜，特地在饭店开房庆祝，不想当他兴高采烈地捧着蛋糕按门铃时，却看到对方跟两名女生躺在床上衣衫不整，疑似玩三 P。 气愤的叮当当场将蛋糕砸在墙上，生气离开。是直接有看到男朋友跟别的女生在一起劈腿啊？对，这样子。直到后来男友无故消失，警察找上门来，叮当方才知晓这个极品男友竟然全款潜逃了。话说谁年轻的时候没爱过几个人渣，只是希望已经31岁的叮当下次可要记得擦亮眼睛呀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